你不要在开台的时候一直弄我啦！啊，这个啦，来是这个，哦，绿绿的，有亮的啦。你去看台啊，你趴我旁边干嘛？不行，嗯，不行，没有葡萄，所以我只能先种其他的。哇哦，芹菜、面粉、胡萝卜啊，可以啊，所以我现在种啊。哦，我们去种种看，种菜种菜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晚点再爬爬攻略吧，再看怎么玩这款。因为最近兔子在淡水。要没时间碰游戏，对。哦，怎么种植？哦，不会种东西耶！天啊，没会。哎，胡萝卜种植。时间还没到，不能种吗？哎、欸，好吧，可惜，我们做做其他事。都不一定会一直开这个啦，因为这个是我想轻松玩的时候才玩，还有时候可能私下玩，不一定开台啦。别，那我们来做东西喽。去这样子，哎呀，进去，进去，好，想看墓地，我还没弄哎、欸，哦，我要做那个啦。这个啦，木板跟背叛，木板背叛，木板，不够。睡觉喽，嗨，菲菲，快睡觉。
想不到吧？是想不到啊。上次祝你家人生日快乐，不是吗？赞哦！去做。好了，我们可以继续修了。手机有吗？手机没这个吧？我目前都只看到 Steam 有这个啊。这个我就很想把它挖起来，像你们讲的，这个做坏事做太多。好嘞，木框，所以我要帮他加木框哦。哦，我懂了耶，我大概懂了。等一下，我会去做。这就是牧场物语啊。我要做那个木头的蒙阿波，蒙阿波，这个要钉子。哦，要钉子，钉子，钉子。有，开始知道怎么玩了。来个钉子。哦，木板。要背叛。天哪，好耗体力哦。F。做这个，很耗体力哎。有没有技术是不耗体力的啊？建造啊，这个做。够了，不够了，九个，那我们来做点分分是的，怎么样？有没有？没关系，继续做。来一个这个哈，不要，有，走走走，我们去看一下啊。刚刚睡觉忘记播广告，不错。就是你看这个石质的，好像分数加比较高，木头的就第二高啊。这边有个像锆石牌的加最少，所以我要把这个改成，可以改吗？不行就不行改了，还是可以换。他是好人呢。他这个超多来修理修理它。看一下哦，这个，好啦，可以挖那刚刚那个坏人嘞？为什么有些可以挖？你看，他是干嘛？新鲜度吗？先移除才能装，怎么移除啊？哦，这个吗？
看看哦。这个。哦，门田猛，门田你太猛了。但是我要先去睡觉。那睡觉不能走侧门，不是睡觉啦，离开不能走侧门。雾好大哦，我们是不是该吃点东西呢？来，箱子里，蜂蜜，没有。哦。大家在休息，我们先去爱爱琳，我们先去，先去，走过去应该就白天了。我们去买木头，安安哦。哎呦，嗨，要推我。他走路声会往左前方走，欸，我明明只按上而已。他是卖石头的。边有边。我来给你买木材。交换。今天欢乐颂，我开台到现在还没有欢乐颂，欸，还没有哦。欸，我有斧头啊，我去给那个人。孩子，意大利面和烤宽条面，宽面条，就是你一天看就是没有肉，肉太贵了。其中的诀窍就是用碳水化合物，而且冰豆，我们冰豆能提供蛋白质。意大利面面条，来。啊，怎样？这样就浪费了我的斧头吗？哎呀，太亏了吧！啊，解锁食谱也好，面条，捞到一半没死，没体力了，我们走。